且这里晚上，你们现在天几点黑啊？9点。我们10点多黑。你今天看好，你看好。行。是日语吗？我们干卷。这个里面是炙烤的。赶着去看电影，因为刚才吃饭的时候他多收了我们钱，然后不好钱。我盲尝一下。雨后的云。我要去厕所，我去下厕所。嗯，开始了吗？那就准备一起去做个脸，做个清洁。看一下我们现在要来做脸的地方，高级的门头。好，你的皮肤状态。好担心啊，会不会就是有点刷酸？喜欢剩下的人特别喜欢，然后不喜欢的人过得不开心。让我当场就是。对啊，我就是当场表演，割下去。化妆对女孩子好，真的。啊，谢谢。你知道我6月份去完非洲。你还要去非洲？你们水光有加美白的功效吗？我们水光可以啊。你可以去完非洲做一个加美白的，但是会更痛。你打了好多个假，我下次也打。嗯，我还没有打嘞，我就是早就买了好久了，他已经快买了3个月了。他们护理师来了哈，两位，因为我们说要一起先进去，所以他们俩就一起过来。然后那个娜娜，我们跟这是玛嘎丽，我们的护理师，然后我们跟玛嘎丽过去。来，跟我走。好温柔啊。Grâce à l'aspiration de l'appareil, et on va également. Oh, 也是正常的过程，它一会儿马上就会变回来。对，我觉得好像5分钟之后就会好。他现在给你烧我们那个小生瓶这个精华了。嗯。真的好干净，你看这个鼻子超级滑。Sorbonne. L'idée c'est d'avoir un masque.Okay, qui soit exfoliant avec un effet qui soit immédiat. Comme il est déjà utilisé, okay. Okay. Très bien. Okay. Mmh. Exactement. Mmh. Et donc du coup, ça fait une crème qui est exfoliante, qui enlève toute mort, qui donne un coup d'éclat, donc hydratante, qui protège la peau à la fois antioxydant et contre l'apparition des UV, et qui va diminuer la création de mélanine par les cellules, donc du coup une peau qui est avec moins de taches, qui va diminuer les taches. On a beaucoup de clients qui viennent des États-Unis, qui sont connus, des stars qui sont très connus, comme par exemple Lily J. Collins, Ashley Parker. Il a demandé, en fait, pendant le soin, il a demandé déjà c'est quel skin thérapeute qui fait le soin pour Lily et c'est quel seul. C'est exactement le même seul. Tous les produits, je suis très très content. C'est quoi notre stratégie pour faire la mousse? Notre stratégie, c'est de se dire il y a beaucoup de mousses qui sont à la fois aussi démaquillants, ok, donc qui enlèvent c'est des particules qui sont de la taille du maquillage. Et nous, ce qu'on veut aussi, c'est aussi que ça enlève les particules qui viennent de la pollution. Ce sont des particules qui sont plus petites, beaucoup plus fines, beaucoup plus dures à enlever. On a reformé peut-être 80 fois le produit pour que la texture elle soit toute légère, ok.Et après, qu'elle soit surtout aussi très facile à enlever avec l'eau. Ça, c'est très évident. Ça, c'est le sourire. Oui, c'est très évident. On va manger. Après, on va manger.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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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On va manger.天哪，好不容易啊！负重前行。哪里有什么岁月静好啊？哪里有什么站着赚钱啊？我们周围是摔倒赚钱。跪着赚。今天我跟人很慌的是这样子的，为了不碰到我的。哎，现在感觉很舒服啊。对，我跟你说，而且很长，现在裤腿只有2件。所以我跟你说，我真的觉得他们可以多备一点货。
他们要对自己的品牌有信心，真的很好。这是什么品牌啊？什么品牌？等我们直播就知道是什么品牌，我们精挑细选的品牌。他附带一下这个品牌，谁啊？哦，这双红牌也有，双红牌。你们两个背影好像双胞胎啊，他灰色衣服灰色衣服。这个影片的名字叫直播间女工。我觉得这个 fancy 睡衣很适合你。适合我啊，我很 fancy， 我这么 fancy 啊。我觉得就是很适合你，因为和我身上这个毛很可爱，因为这个很，而且它是兔年的那个限量的，就是为了兔年嘛。哎，我吓死了。什么？我下次会为他两个裤子的两个裤管是分开的。他少了一件衣服给我。我这样提来的，还好吧？那你喜欢吗？还有另外一个颜色。哇，这个西瓜没有籽哦，小籽哎、嗯，很薄。这个真身材之间为了吃西瓜，我还露了你的腿。身材之间，小周为您服务。亲亲亲亲。亲亲冰淇淋配麻辣王子，哎，是不是很蛮高端的？我也想去看银河护卫队。好，好吃啊！你们俩昨天看的是 IMAX 吗？不是，但是我觉得那个好像是 IMAX， 是环的银幕、嗯，但是不是 3D？ 嗯，好，这个怎么这么酥啊？嗯，它是错，就是那种冰沙，挺好吃啊，嗯，很好吃。要尝一口。我太属性这句话了，我不吃，给我尝一口。你要看它里面有柠檬皮，酸吗？我们两个人可以生吃柠檬。哇，这就酸了。嗯，好酸。我跟你说，我们两个甚至可以喝醋。我呢，还吃口热的，吃口热的，甜的。你们广告多吗？广告蛮长的，我觉得。对，他们法国那个电影院，我觉得开始的很。但是我觉得他们的广告就是很好看，很有看头，并且学习一些法语。嗯。那自己可以看到，你这个手要这样。没有啊 ，Michael Jackson 是怎么滑的？你滑，你这是。你们俩很像两只鸡往后推。喂，咋啦？咋啦咋啦？怎么会这样？法国人觉得我有个小推车来拿快递特别聪明，一直不停的在夸我。聪明的中国人。我、哎、操！孩子有点不肯进来的意思。是时候给欧洲人植入一下我们中国人的生活方式了，就是能用车推，绝不用手拿。哎 ，attendre，attendre。我们现在呢要去干嘛呢？就是我们要去和朋友吃饭。嗯，但是我们已经迟到了，我们也无可奈何。把你的衣服露出来，就是说先把你的衣服露出来。西服，他现在要记住这件衣服是，就是很平整的，过一会儿它就会爆开。太多了，什么叫跟我性格很，他很野的。干什么？他说我什么？他说我什么？嗯，他说以前了，还知道去上学。嗯，而我，嗯，懒鬼。我朋友在选酒，但我们的状态是直男看口红的状态。那家是他来了。我真的很好奇这家包子的。嗨，你在巴黎街头做，你还讲究干净？你可以往河里喷。哦，还行还行。哎，我就差一个音响。我现在给你放。上倍。啊。一般雷司令最好的场地就是在摩洲地区。哦。什么什么什么地区？摩洲。啊，摩洲。在德国。蛮好的。喝不出来，我觉得酒都一个样子。不一样的，有难喝。吃的东西喜欢吗？是啊，他骂你了，他骂你，不啦，你就像我在跟我们家猫吵架，他们两个真的不动了，他们就是死守在这里啊，光速前进，我们一定要去劲舞团了。
而且要跳那个 Mr. Chu， 就是一种真的昏倒了。我们家里的甲醛味道有点大，所以我们现在准备去逛一下绿植的店，去买两颗绿植回家。但是今天出太阳了，是不是？所以今天心情很好，今天正好放假，然后又出太阳。好认真哦。我在午饭，菜肉包，好吃好吃。饿的时候真的这种东西最好吃。那它很蛮正宗的，它是上海菜包的那种，很油润。好吃吗？这两个很好吃。我还没咬到肉，西方肉夹馍应该。还可以，还可以，还可以吧。超好吃。那个树根露出来太多了，我这里有花盆的，而且我觉得它有点秃哎，精神状况不是很好。这棵树，我们在纠结这两棵，这棵和这棵买哪棵？现在才4:30，大盘鸡哇，大盘鸡，它炒米粉感觉很好吃，丁丁炒面，我想吃菜肉大馄饨，哪里有菜肉大馄饨？你刚才不是跟我说有的吗？没有，人家放错照片，虎皮辣子，虎皮辣子。要去跳女团舞了，就是我们报名了一节舞蹈课。然后我们小周选择了什么？说小周选择了一首舞蹈叫做 Mr. Chu。 表演一下。全是扭屁股的。我这个人跳这个舞合理吗？我们三个人都不合理。他还可以，他还合理，我是真的不合理。我等一下跳起来会不会像人妖？我还穿这个像那个女装大佬、女团大佬。现在先记住我们这种人模人样的样子，等一下跳完之后就是人不人鬼不鬼。我跟你说，这我们应该还好吧？你很自信哦。记住你现在说的这句话，记住你现在说的这句话啊、哦！太离谱了，太难了吧？结果学的最快的人是我，我感觉我很像智障。你要从视频里看我们三个张牙舞爪，太好笑了。各位，各位长腿，我们吃香菜呀，双胞胎，太搞笑了，太好笑了，我们两个太好笑了。我请你。小周，慢慢。哦，夸张，日本好多女生都这么高。芥末也不是为了寄生虫吧，就是为了味道了。但是这样，他们是吃的饭。嗯，哦，这是饭。哦，是寿司。嗯，他说是寿司。这是鱼。好吃。睡吧，我的小 boy。